你还是放不下你的剑柄猴吗？对，我就是放不下。你别吃了，我带回去给侯爷吃。三郎也在，少君还没休息。小慈未归，我心难定。夜深了，你都叨扰三郎子民一整晚了，回房休息吧。看来小慈今夜玩得很开心。小慈今夜是和三郎一道游玩，你二人何时变得这般熟悉了？哦，就是碰巧遇到了。指挥使也是看在侯爷的面子上，才对我诸多照顾。我看小慈和三郎还有子龙相留甚欢，还以为他们之中有你心悦之人呢。我没有心上人。侯爷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这段时间还请小慈宿在我的房间。为何？三郎此次来南陵，明面上是助我查案，实则是监视我在南陵的一举一动。陛下也有一侧探望，是否有儿信？好，那我今晚就留在这里。你睡里面，我在外面。裴衍的房中有何动静？熄灯了。姜慈呢？应该还在吧。还在里面。